酒你还能不能喝了？能喝在这儿好好喝，不能喝结账滚蛋。结个屁账！杨子良，平时咱俩不错，因为一个臭娘们，你敢骂我？你不结账是吧？你不结账你就休想踏出半步。哎，杨少爷，这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你的女人是吧？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自己算了算了算了啊！杨子良，要不是因为杨家有几个糟钱，你算个屁呀！哎，杨少爷。 自己人啊，有话好好说。算了算了，别生气了。洪队长，今天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你往后靠一靠，免得伤着我。王大光，你想在我的地界上闹事，那你就试试。王八，王八，杨少爷，你有什么好？都是自己人，杨少爷，散了你们俩。兄弟俩，给我打！打！别打了，都是自己人呢，住手啊！快走吧！哎，那个杨少爷。 马哥，别掏枪，都是自己人。哎呀，别，哎呀，中招了！马哥，打！杨少爷，马哥，别打了，都是自己人。马哥，都是自己人。哎呀，别！ 杨少爷，你这回你惹大祸了，你杀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杀人，他自己撞的。都别动啊，等着我去报告。都别动。我杀人了，没事没事哥，我干谁还敢跟我闹？我剁死你们！我剁死你们！剁死你们！野哥。 我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少爷，少爷，同志们，走，我出来之后再行动。快走，带我走！我走啊！杨少爷，你闯这么大祸，你可不能走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能去哪儿？我拿着凶器去自首，走啊！我们一分钟都不想待着。哎，那我得跟着啊！哎。 我听明白了，马德光不杀不行。你做得好，叶芳。嗯。再仔细想想，有啥纰漏没有？没有纰漏。整个打架的过程，苏金贵都能做成。好。子良去宪兵队自首，看似危险。 实则是一部好棋呀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夸人呢？现在啥情况都还不知道呢。老赵，你赶紧去打听打听。真担心子良了。放心，子良能对付。我咋觉得你啥事儿都不着急呢？今天晚上的任务，子良参加不了了。参加不了好。 你啥意思啊？半天一直在怀疑子良。今天晚上筑城部是场硬仗，子良最好有不在场的证据。那谁带队去啊？我呀。你？忙你的吧。 好笑吧，老爷，老爷，哎，不好了，老爷，马德光死了，怎么回事？咋死的？在永春大旅社和杨少爷打架，被杨少爷给打死了。啊，子良哥杀人？你说子良？
杀人了？千真万确呀，王爷。因为什么啊？子良个人呢？子良他杀完人，他没走，到咸平地自首去了。黄管家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哎，好了，王爷。哎，妈，咋办啊？子良哥杀人了。王爷，你别着急。想想办法再说。我能不着急吗？你这……哎呀，你……我没看错人，这小子有种。我就说嘛，虎父无犬子。阿玛，您别夸他了，你快救救子良哥。哎，你杨伯伯是佳木斯商会的会长。能不管他呀？你瞎操什么心？子良哥以后不是你女婿啊？他杀了人不偿命啊！啊，快去找马德光就该死，杀就杀了。有什么大事儿？真是。哎呀呀呀！杨会长，好久没见啊。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行了嘛，干嘛要亲自登门拜访？请坐。哎呀，将军啊，你就别开老朽的玩笑了，老朽教子无方，惭愧啊，还望将军能够法外开恩，给犬子一条生路。哎呀，杨会长，子良这个事儿不好办呢。他杀的可是协和会的会长马德光。将军啊，我愿赔一笔钱料理马德光的后事啊。杨会长，以你我之间的关系，我当然会帮你，等这件事调查清楚以后再说。好在子良事后是投案自首，敢做敢当。那就拜托将军了。我尽力，杨会长。告辞。好，请啊。没有杀马德光的动机呀。此事我也很疑惑。从尸检报告看，杨子良根本不是一个杀人惯犯，刀刀没中要害。马德光的致命伤是摔倒后被折断的椅子腿刺穿肝脏，造成失血过多死亡，意外致死。我询问过苏金贵，他的描述跟尸检报告吻合。奇怪，汪先生没盯几天就被抓了，马德光也是刚开始盯大绿社就意外死亡。杨马二人关系非同一般，或许有我们不知道的矛盾呢。生意人都明白，不能得罪人，要多交朋友。杨子良这么冲动，这不是他的错。杰川，今天杨会长到我这来求我，我觉得有点让我为难呢。可是老师，他们杀的可是我们协和会的会长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要不这样吧，中国人之间的事就按中国的方法解决，就让杨家多给一些经济上的补偿，怎么样？好。地瓜的，热乎的地瓜，烤地瓜，烤地瓜，烤地瓜了啊，烤地瓜。烤地瓜，烤地瓜，烤地瓜了啊，烤
地瓜了，烤地瓜，便宜了，烤地瓜，烤地瓜。烤地瓜，烤地瓜，便宜了。一切正常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应该都快半个小时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也不知道图纸找到没有。赵掌柜带队，你有啥担心的？老乔，你们的滋味真不好受，还不如进去呢。行了，不会有问题的。
接应他们。行，注意安全。好，快，小心点啊！哎，打开！怎么搞的？门打不开，赶紧给我炸掉！
老朱，拿毒走！不能不走，不走都受不了了！快走！老朱，来了，快！走啊！我掩护，一起走。胡大姐，胡子，他们人呢？没出来，小鬼子现在都被缠住了。快，你们先走，我要等等老赵他们。我也等等。不行，这一图纸比我们的命还重要，保护组织先撤。快，快冲锋啊！走，快点，带着图赶紧走，走。师傅，你们走，快走，我掩护，一起走。你找到我，老大，带老三走。就这么跑了，都没出来，咱们就这么跑了。我这是跑了，车上那么多图纸，什么破图纸？我跟你说，他们要有一点事儿，我就是糟了他。线都没好，啊。哎，我说老李，那天晚上喝多，你干啥去了？没干啥。没干啥去？他干啥去了？喂。封锁城门，是，我刚
哥几个别聊了，封城门去。是。齐门，服不敌，接管了。太君，不敢。别走，别走，飞燕，慢点，慢点。我家死的就乖乖听话啊！对，给我蹲下，蹲下，把他们绑起来。是这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们在里面撒了很多的酒，我们的警犬无法追踪。报告。报告，发现一具尸体，是敌人的。出去看看。是刚刺干的，太子。
报告将军，损失很大。初步统计，各种类型图纸被抢很多，在枪战中也损失了很大一部分。不要说了，统计完损失之后，把清单交给芥川队长。嗨。周成波已经是第三次出师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会成为关东军的笑柄。脸都挂相，面带凶光。我给你带个包子，趁热吃吧。哎呀，你可真会体贴人啊！以后得对你刮目相看了。你才知道啊，我找了个大仙给你冲冲。老大仙啊，我不信那玩意儿。我杨子良就是半仙。治不好的爱冲不冲？哎，我听你的。子良君，他咋来了？哎，我今天给你接风。你是吃包子吗？哈刚，还接风呢，那叫押金。啊，对对对，押金，押金。你也不用破费了。晚上呢，我这个大旅社摆上一桌，你要是有这份心，你就赏脸就行了。好好好，我们还要积极合作。我送你上我车。啊，走。啊，快快快回来！我大仙都给你找好了，我治好的，猴子给你。你看看这个，你看，这有日文标识，涵洞设计图。这张呢？门诊区，手术室，这说医院呢。哎，这张你没看，这张是啥？这是电路图。这张你看过？这张我看出来了，这是不是九龙河的桥啊？嗯，这是老三的命不值，不值啊。师父对不住我，对不住你。
我怎么就没有算计好？半天，半天，你太贵了。太狡猾了，没想到他们会从地下进入，百密一疏啊！杰川，钢刺现在就像我们头顶上的一把利剑，想想有什么办法没有？老师，关东武馆的丁国志能不能利用一下？怎么想到的？当时老师在给他看病，我就觉得。猴子，人情到了吧？哥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都没来得及问你，情况怎么样？接你时，有件事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出什么事了？说话呀。老三牺牲了。都别难过，人死不能复生。现在咱们钢丝队员打一个少一个了，学不会白留的。队长，你喝口粥吧。德壮，嗯，给整点酒来送送老三。咱这没酒。那水总该有吧？有。师傅，你走不走？做你的徒弟。老三，一路走好。